Oh my god！ 这是美宝莲所有的角色口红，完全不会拔干的哑光604号色，一年四季都可以驾驭的颜色，妖精的感觉。王子们会涂这种颜色，特别的糯，很舒服，很美的一支橘红色，特别显肤色白。500号，来来来，试完一支，还有一支。看到李佳琦旁边试口红，你什么样的感想？哇，视觉盛宴！我的老板真的太好看了，阳光青春 ，I like this one。105号，我想到了一个女明星，怎么脑海里面这么多女明星啊？很美。好，不要省钱了。503爆炸，高级的豆沙色，书香气息的感觉，皮肤很白的颜色。808像火龙果色，这件色超大牌，汤尾色。510娇兰音调，所有人都想要亲上去，好嫩哦。608变全智贤，李敏镐牵你的手在百货刷卡的一支颜色，买它买它买它，最推荐的颜色。604 808 503 510 602 500。他们说你的手链开了，没有开啊，这样子。哦，天哪，没有说我拉链开就好。今天佳琪给大家种草的一个口红，小助理买回来都不给我看的一个口红品牌，买了很多，我知道说很多，你应该对很多有误解吧？现在就不报销了，我已经报完了，没有很独特，等等，很漂亮了，没有一个丑的颜色哎，话不要说得太早，哈查的口红，它的颜色显色度超级高，圆圆圈、贵妇圈，它真的值得480，好舒服的口红哦，感受一下它的重量，321。这个真的很好看，很淡，挑人 Beauty Berry， 复古感，不时尚，会有点 low low 的。这件叫做 Marganola。豆沙粉包装，好好看的豆沙色，哇哦，插进去比京都红都好看，插进你的年度爱用口红，不想要去争奇斗艳，好像 Angelababy 哦，真的好重哦，感觉我都练出肌肉来了。这支颜色可以进入到李佳琦的2019年最爱的口红榜单，哇，只有8个位置了耶，它还会更新的啦，不掉的豆沙红， Oh my god 的好看，这两支颜色要推荐大家买。来 Tom Ford 白色圆管来咯，夹心唇膏，外面是一圈透明的，里面是有颜色的，第一支 Z08 号，我感觉我自己鬼打墙，没有颜色，它的触感是舒服的，花20次才会有一点点颜色，是我非常爱的触感，它完全不油腻，如果我有很多钱我会买它。那这些颜色可以不用试了，应该是李佳琦拍的史上最快的一条视频。喜欢 Tom Ford 是 Tom Ford 始终粉， Z05 如果大家想买一个带 TF 标志的变色润唇膏，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真正的鬼打墙，小助理师，你是什么颜色会变成没有颜色？它的料体非常的不精致，觉得好看哎。我们看它涂10秒钟，10、9、8、7，上唇跟下唇没有区别，只涂了一个润唇膏。我现在用小刷子把它里面那个洞洞抠出来，抠出来先打底，然后再涂一层。我花了380，我还要做这样的动作，我是不是疯了？看小助理的刀 ，Oh my god， 50块钱没了，我再来涂一下，会比刚刚的颜色明显很多了。贵妇买它，我们浪费了1500，来还给你。阿玛尼最新款红管的裸色系唇釉全套，第一支206号色，好看好看，这是棕红色，未免太高级了吧，真的非常非常的美， Oh my gosh， 好好看的，不化妆可能会有一点点点显黑，这件颜色不能涂全唇，有一点点重，我觉得涂这种颜色女生应该是眼线飞到这，然后穿豹纹薄涂好看，全唇涂不行哦。415好看10000倍，这件色超美，山楂的颜色，415必须要买到它，真的很好看，美呆，全唇也很好看，中间是405，这里是206，这个是415，415真的耐看，巨耐看，524太灰灰的，就是显年纪，来207黑山老妖本老 now 100号色，我嘴巴消失了，你整个人发青哎，这个显得牙齿特别的黄，415不挑人，206只能薄涂，全唇涂，真的你妈都不认识你，新款推荐两个颜色，我建议大家买415，415是真的好看的那种山楂色。萝卜丁新款来咯，红宝石珠光唇蜜，700-800一支， Oh my god， 就在阳光底下你的嘴巴会跟宝石一样发光，我们来看一看，是骡子是吗，拿出来溜一溜就知道了，真的还是携带本人，第一支001号色，这个唇膏我不能抿嘴巴，它在我的嘴巴会乱动，关上是什么意思，后面都不是了吗， Oh my god， 它确实闪，哇、wow、真的太厚，我觉得这个颜色 just so so， 就买了之后没有一直喜欢，我觉得我只能接受这样涂它，就一点点，它是不是想要引领一种复古潮流，我现在心痛到的点是什么你知道吗，花了700块啊，涂下去了，真的绑在脖子上面，看一下我要补妆咯，嘴巴瞬间不能呼吸，你们觉得这个颜色好看吗，它像1秒变大吗，是 OK 的， Oh my god， 这个嘴巴我的妈呀，好恶心，嘟嘟啊，我有点不太好了，这种感觉感觉这个真的是20年前的 fashion， 买他们家高跟鞋，他们家高跟鞋真的不错，
全套迪奥的蓝金口红，黄炸色系列，我要放大招咯。第一支55号色， Oh my god， 太心动了的感觉吧，人间水蜜桃就是你，没有办法。 Oh my gosh， 男生看到这种颜色就走不动路，质地就刚刚好，很少女。666号色，感觉一涂了就会很顺，有点蓝调的红，很亮肤色，嘴巴还蛮舒服的。777号色，就是去海边你一定要有的一支颜色，女明星他们会涂这种颜色去走红毯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可口感。888，对你的生活啊、事业啊都会很好的一支颜色，就是橘红色，完全不 low， 好薄哦，嘴巴是会呼吸的。克拉法尔加裙装的限量款999，银行卡的余额可以变，男朋友可以变，但999不能变，好经典啊，这么多年了它还这么耐看。第二999来了，每个女人都必须要拥有这支口红，就是买它。哇哦，嘴巴会变得很通透。844号色，珊瑚色的感觉，特别适合素颜的一支颜色，很元气。9 9 8 8 8 7 7 6 6 5 5，总有一款非常的适合你。最新款迪奥唇釉，1320块，15个颜色全买回来了，999 ，unbelievable， 没有钱给我借钱买它，好漂亮，我的唇纹都不见了，上了一层玻尿酸乳液的感觉，棒呆。808号色，豆沙杏仁色，哇，好美啊，巨耐看，出门干嘛都可以涂808，巴黎舅妈我已经联系上了，978，黑山老妖涂的颜色，860，哇哦，贵妇色，来，所有女生不要眨眼睛，嘴巴里面有星空，挠你的心，他们说舅妈的电话已经爆炸了。707，有一点点的迷。635，对黄皮友好一点。966，惊艳豆沙色吗？你的眼睛里面应该夹了绿豆吧？重红的酱果色。866，草莓红，对樱桃红，差一点点，生气，好显白哦。舅妈最后一电话真的，杨幂一定要用它。最新款迪奥唇釉的试色，我选了6支：866 808 999 966 860 635，一定要有的一支866。迪奥的唇蜡鼻口红来了， Oh my god， 迪奥终于上新款了，迪奥出的第一款蜡鼻口红，哇哦，第一支颜色999，278一支，看有多少的量，小醉的嘴巴用应该就是一次两次三次吧， Oh my god， 买它，好好看哦，非常的丝滑，就是鲜嫩但是不 low 的一支这种颜色，画唇线很好画，真的好舒服啊，这颜色就是显白神器，点都不会拔干，好好卸哦。784也太秋冬了吧，偏洋玉色，这支颜色 so beautiful， 薄若无物的哑光，就是迪奥这一支，买它，今年秋冬天就是真的赢了，涂深一点点也是超级漂亮，迪奥你终于给了我惊喜感，舍不得卸的感觉。824，芝麻糊来了，我脸已经绿掉了。474，隐形嘴唇的颜色，上唇涂经典999，下唇涂蜡笔999啊，颜色真的很香，但是哑光真的很显高级，下面就是美炸，最值得买的颜色是784 999，我终于拥有了他们家全套吗，而且是最新款哦，国内第一个。今天佳琪收到了 MAC 的一个礼物，前两天还骂 MAC 来的，他都给我礼物，这样有点不太好意思，他就是想要让你不好意思，想让你愧疚。我来咯，3 2 1，乱七八糟，天不垮肯定是出了奇迹，大家当没有看见，我再来一次。李佳琪终于有全套 MAC 了，我的妈呀，还有惊喜，下面还有一层，哇哦哇哦，上面还有一层，哇哦哇哦，有用蛮力，你这一套多少钱？1234567，19040，哇，好开心哦，我的天哪，这个要试烂嘴巴吧，我刚刚随便拿了一支，我觉得这颜色很好看，我是拿的是这一支，他们说八排小助理，1234，哦，八排，你的心早就已经下班了，那就是20000多，这就是 MAC 送给佳琪的礼物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我不会送给你们的，哈哈。MSA 渐变子弹头 Love Me 系列开始了， Oh my god， 好好看哦，有点金属感，掉档次，有人说涂死了，这样摆一排看你最喜欢哪一件颜色，第一支426黑凤梨如果我盲涂永远想不到 MAC， 这个就非常的好， But 20年前妈妈涂的那种颜色，这什么独角兽的角吗，郑重其事的推荐给菊克精英芭比子妈妈小魔仙422，好美，神仙姐姐涂的颜色，刘亦菲可以涂的，后涂会变妈妈410，就是不是不想睡，就想再等等那种感觉，紫色全军覆没427，我准备要从屏幕里面出来了，有没有刚刚突然把手机丢掉，10年前的第一听，我的亲妈呀，我太难了，407，红色的我心情都不好，心情都不好，423 MAC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很好看，有点像用宣纸抿出来的那种，像血浆色，杨幂的颜色。424，你好像吃了屎，觉得你嘴巴好臭，有发出一些味道。刀架在你的脖子上，必须要你买一支。423号，就这支，这个视频好省钱了，怎么办？
菲利菲拉小血管唇釉来了，好看到飞起，看到没有？像那种子，小助理 ，What are you doing？ 听到这个东西掉下来了，十号色，哎呦嘞，我的妈呀！2019年下半年平价款必买颜色之一，这支颜色你买回去，你说，哎呦，这颜色好难看，我去试，哪怕你是那种又黑又黄的皮都可以用，上唇质感真的棒，全唇 ，Oh my god， 好好看哦，这个嘴巴就是女明星的嘴巴，你想拥有吗？五号色 ，Wow。哦，那种高级的丝绒感，那种高级的触感，就是买它，太好看了。来，17号色，你穿风衣的时候一定要用这种颜色，把里面涂得很深，外面涂得很浅，很高级，像蛇果那个皮的颜色。9号色，天哪，那是谁的？你去那打呼噜啊？这支9号色超显白，正红，很新鲜那种小樱桃，红得很透。11号色，很蜜桃，特别的显皮肤嫩。必买的10号色、5号色、17号色、9号色、11号色，有到这几支颜色，你就会成为这个秋冬天最时尚的女孩。花西子来了，真的是有锦绣画卷的感觉。这支是仙鹤，真的很美，这个口红拿回去就舍不得用的感觉。第一支122号色，红棕焦糖，一支真的谁用谁好看的颜色，会让你的嘴巴看起来非常透，而且它很薄，它蛮像娇兰的214号。第二支407，不化妆请用407。Oh my god， 年轻到爆炸，很水嫩，会让你变温柔，全唇超级的好看。115号色，它的饱和度很高。哇、wow， 有没有新鲜感爆棚？感觉你的嘴巴是水果，男人都会想要咬一口。秋冬天用这支颜色很好看。116号色，超美，就仙女本人，于洋仙的那个仙。Oh my god， 展男展女一起展，超美，买它会真的被人问你嘴巴要涂什么颜色。这颜色好显白哦，这不是人间小樱桃，这是地狱小樱桃，全唇涂，我的妈呀，命都没半条，太好看了。你嘴巴容易干的女生，起皮女生涂这支颜色，你会爱死。必买的4支颜色，第一支116，第二支407，第三支115，第四支122，赶快去抢。